you can see me?有玩 CS， 同学一起玩到其中一个人被退学，太夸张了吧？那他后来有成为职业选手吗？还是我们就入侵了？对面这个阵容不入也是很奇怪啊。好痛好痛，头破血流。啊，我怎么也被反野了？天哪，一个钢铁人居然敢反野，真的不愧是观众哎，真的不愧是观众，不然钢铁人怎么可能敢反野了？这个大概只有观众才有办法办得到。I'm phasing you out. 哎、欸，快来帮忙啊！不是都知道对面的打野顺序了吗？肯定要帮忙一下吧。嗨。我的，哎呦，硬要哦，硬要拿，只好给你死了。幽灵 T 级哦，它存在着许多 bug， 所以我觉得幽灵没有办法到很前端的位置。幽灵终究呢，只能这样子 T2 T 三角。因为他真的不是很强。幽灵，这版幽灵被迫一定要带防护靴啊，没办法出那个遥测。虽然我还是出了，我仍然是出了遥测靴，但是其实一定要带防护靴。你不带防护靴，控场真的很烦。他现在开无敌还是会吃到控场啊，他不是真正的无敌哦。他是假无敌你知道吗？怎么学我用钢铁人打野呢？你看打到完全没有野怪可以吃，忘记告诉你被反野的这个部分该怎么解。我的影片没有教这一段，抱歉。夜魔侠哦，它是一个顺风很强的东西，我觉得夜魔侠顶多也是个 T2 角而已。
而且他这次的 buff 幅度实在是太小了。走火入魔，这个是走火入魔。谁教你玩钢铁人打野的？他会不会怪我是我的教学没有教得很完整？都是你的教学没有教好。学艺不精，不能这么说啦，打野打的就是一个观念啊，观念又是最难学的东西。黑科技不是想用就能用的，真的，因为它非常规打野，非常规打野的话，你的观念一定要好。没有办法打野的钢铁人，没有办法打野的钢铁人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为啥会没有办法呢？我干，这个传送门救了他哎！观念真的是最难教的啦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有时候觉得这东西应该是蛮简单懂的。但事实上就会发现错了，其实好像还蛮难的。这经济差距这么大肯定秒啊，我7400的经济耶，然后你去砍一个只有3800块的钢铁人，请问一下怎么不秒？所以钢铁人打野这东西是可以，那真的可以用啊，但是观念真的要有打野的观念。如果你不好的话，你再去玩那种反过来的，就是Nope， 哎，这定身，就是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打野角啊，你没有观念的话，玩起来就会这样。Oh no！ 你看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个 bug， 这就是幽灵强不了的原因哦。你只要一技过去啊，你按普攻的瞬间按二技，你会变成怎么样？你会挥普攻的过程中开了二技，然后他就判定你刚好在二技之后才挥出去普攻，所以你就这样现行了。正常来说，会触发掉这种情况，一定是你先按二技再按普攻，可是他不是，他是你先按普攻，马上按二技的话，他会触发这个 bug。那现行的就等死了，刚才游戏要结束啦，还没有秀到欸，还有机会秀一下吗？没了，GG。
大家要有点信心啊！你不要看钢铁人被反成这样就觉得他没有用啊，没有啊，其实钢铁人打野还是很强的，那纯粹是人的问题，好不好？人的问题，他连鞋子都舍去了，他连鞋子都舍去了。这游戏就是这样的，你只要打野崩盘，游戏就结束了，真的，打野崩了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所以为什么会滚成这个样子？你不能说他其他队友玩得不好，是他妈的，因为打野就炸了，打野就炸了，我要怎么玩游戏？打野没了就没了，而且这一次刚好配北极星蛮强的，因为你可以在前面骗招嘛，那北极星就可以大胆的一直往前去丢招，然后北极星就会把盾丢给你。丢给你之后，他一定会在敌人身上叠到状态，那你过去就可以多一个控场，所以这次配北极星很强啊，我觉得是很棒的组合。